家好啊！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，所以就只好选这种桥下来钓钓了。虽然这个桥下也不一定的，那就到处看看呢，到处钓，应该都会有不错的收获。好啦，这边是中投桥下，现在地形变得更好了，还不错。我先来这边调查看看，比较好走了啦。今天一样啊，钓到看有没有这个鲫鱼吧。虽然这边要钓鲫鱼很困难，哦，超多蚯蚓的，可以钓成底哦。哦，有蚯蚓啊，随便挖就有蚯蚓了，哦，把它抓几只来用。应该是外岛骑脚踏车进来的，这个，哇塞，满福宝啊！这一钓不错哎。看起来不错，扔掉。讯号在拉。饵料就鲫鱼饵加麦片，新型的鲫鱼饵，然后麦片粉。之前雨季前是在那根柱子钓的，现在跑到这边来钓了。阿福也不会讨厌这个东西，是很多而已。第一尾就是阿福的，那你的蛋哦，我要吃眼睛的。805
号是少很多了，但是还是阿福在摇。臭啊，好吧，试试看吧，搞不好阿福不会洗。比较大条而已，哇，还是比较大条。这边的水应该是 这一阵子最漂亮的时候了。哦，好啊，OK， thank you。
有阿福。阿福了，真气哦！现在吃我的虫，一种大的病。哦，玻璃的，这是阿福。
练习一下。难得大理溪这么干净，因为现在水源很充沛了，所以植物都被稀释了，那边的水闸门的水也都是被稀释掉，所以导致说这边看起来现在没有干净。不过到快过一些时日，冬天我们再来看就知道了，就不一样了。